佛成日笑啊，笑面佛，唔知点解我谂起曾志伟，原来佛祖都有笑啊，大头佛，因为佢头好大啊，系一佛。有佛的寺廟是佛寺，有佛的牌是佛牌，有佛的山是什麼山啊？佛山咯，佛山，大陸那個佛山，錯，鑽石山咯，鑽石山在黃大仙旁邊，黃大仙不是佛，觀音啊吧，哪裡有得拜佛啊香港？啊OK， 黃大仙是想吃煙，他去了找佛堂，為什麼呢？有肺癌味，啊不是找佛堂，不是華佗，所以冇人拜黃大仙，所以佢去揾其他佛，揾佛祖拗煙咯。因為佢哋 friend 都係嗰啲佛教嗰啲嘛。道教噶黃大仙，係咩？因為佢冇打火機，借火啊！麥浚龍嗰手，我真係佛都有火。咩佛最多女善信？千手觀音可以整多幾款指甲啩？多仔佛，啲女信多啲仔。佢哋快生仔嘅喎。Alfred 去許廷克，因為靚仔。身上面有冇啲廉價佛買嘅嘢咧？冇，買唔起。化妝品有，化妝品有。呢佛會炒黃牛啊？黃牛佛炒佛。財神。財神咯，因為關錢啊嘛。係玉皇大帝炒黃牛，因為牛魔王係攞去炒咁樣。我笑已經好俾面你。咩佛喺尖沙咀可以揾到嘅？揾唔到啊！我好粗底啊！阿弥陀佛啊！咩佛？我諗起星光大有啲銅像。哦，李小龍。啊！我唔知啊！咩佛啊？哇！切！我以為你會問你正路呢嘅嘢。佛祖做乜嘢搞到似流淌啊？講粗口啊！佛合埋。隻眼冥想，老師以為佢瞓覺。誒，或者可能敲木魚嘈到個班。佛跳牆啩，逃學啊嘛，跳牆。你可以估啦，快啲啊！我好熱啊。為何望穿一眼就如花都破？好多動漫都有佛教嘅元素嘅，你話俾我知邊個係信佛㗎啦喎？佢係 One Punch Man， 你唔好叫佢光頭就咁樣，即係做人唔可以以貌取人。呢個係唔係啦？呢個 Line 公仔嚟噶嘛 ？Super 刮哥，刮哥 ，Super 狗嚟喎。呢個唔係，因為佢淨係識 blah blah blah， 念唔到經。Vision 啊，應該唔信，乜都唔想信自己嘅咯。佢係機械人嚟噶嘛，孫悟空。佢唔係信佛㗎，佢係信龜仙人㗎嘛，超級殺人嗰個啊嘛。最後答案。一拳超人樣最有信佛的 feel， 佢個樣好悶。三觀係無限啊！好有用嘅呢個資訊，多謝你。唔好講，唔好講。記住要共最美的人分享每個佛誕，那愛他。